昨天坑了我小姨修车钱，没被我小姨发现，真是太开心了。你到底干嘛？不是小姨，能不能换件衣服啊？陈浩，你知道你现在样子特别像你外婆。不是，我是为你好，你就不能换件布料多的衣服吗？没，这事已经磨叽早上了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不是小姨，你是去公司，你不是去三里屯站街，你这样不像正经人。怎么不像正经人呢？外面今天天气39度，我穿成这样怎么了？难道你要我穿成像粽子一样啊？那也比你不正经强。喂，站住！小姨，干嘛呢？我用一下你车。一周7天，你用6天，我干脆送你得了呗。行啊，小姨，那咱俩下午办过户呗。你当真事儿听的？啊？做梦！起来！哦，哇！小姨，小姨，我刮胡刀坏了，我用一下你的。哎，不行，这个不能用。不是，我就用一下，怎么这么小气啊？是刮胡子的。不是，我月底给你买新的还不行吗？我说不能用就不能用，别废话，行，我揍你。行行行，不用就不用，发什么火呢？不让我用我就用。小姨，我出去一趟，我一会儿回来啊。嗯，去吧。哎，小姨，你这刮胡刀该不会是你洗手间的那个吧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嗯，没事儿。